传统文化呢，也是我们山地人的一种精神家园。一年有很多场，什么演唱会啊，啊，经常都是，他们跟我们唱，我们就搭档了，就是在戏里边也互相也有这样的一种合作呀，非常频繁，几十年来他就没有分彼此。我们在和年轻人呐、啊，这个特别是香港的，我们在交流当中都说到。当你坐进剧场观看粤剧的时候，你会触摸到民族的灵魂，这就是一种文化的 DNA。